老旧的长明用品发出熟悉的声响，让人不由得驻足把玩。这里是前阵二手货，拥挤的空间里塞满了那些年共同的记忆。这是我们店里一条主要的小道路，我们称它为前阵摸乳香，因为它很特别的拥挤，但是特别的有寻宝的感觉。然后这一区是我们电话区，电话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却是我们常常联系家人最主要表达情谊的东西。以前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常常忙于工作啊，然后我们很想要看到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就会拿起电话，很简单的跟他说：“妈妈你在干嘛？”其实就想要妈妈来关心我们。然后还有这种转盘，以前常常打到忘记电话号码的，打到自己不知道要打到几号。转盘电话，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以前去拆的每一间房子，我们都有把它的门牌收下来作为纪念啊。每一个房子都有一间它的故事，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记忆。然后还有这个5、60年代的那个玻璃杯，它虽然很普通，但是却是一个企业很用心设计给每一个客人想要表达的情谊。它上面有台湾的 logo， 还有他们企业的品牌，很多商品都有经过设计，经过喷砂。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是一个企业最用心的表达方式。再来是那个爱国奖券，早期台湾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需要很多经费，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筹措经费的时候，就希望全民一起来帮忙筹措，然后设计了这个爱国奖券，就是现在的大乐透，用一些做爱心的方式来让台湾经济发展更加充裕。然后它上面有很多风景，还有36孝的故事，都是很亲民的设计啊，让人家拿到的时候就很窝心，很感动，就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最近有流行什么，他们都把它设计在上面。然后还下一幅，这个就是中秋节刚过，这个就是中秋月饼，以前的中秋月饼纸，以前的东西都很用心在设计哦。看月饼，还有四季豆，还有这个口香糖，这啾啾口香糖现在都没有了。啊，这都是酱油，一些酱菜的商标啦。为什么会收集这一些东西？因为我就是生长在60、70年代，就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想要传达给更多我们74年次以后的朋友们，让他们更了解我们以前生活的方式。虽然我们是在经济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们对于人跟人的感情其实是没有很充裕的，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在忙于工作，然后小朋友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玩，其实也是蛮孤单的。我们想要更多人来传达这些文化。本来拥有宽敞的店铺，却因发生不可抗拒的因素，只好把空间缩小，商品集中摆放。这看似简单的搬移工作，却让这一家人费尽心思，才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光景。其实我们以前是摆在十全跳蚤，但是因为它土地纠纷，它是用停车场用成营业用地，出现了一些纠纷以后，我们在那边卖东西，结果东西都被查封了，莫名其妙被一些警察查封，也不能在那边贩售，所以我们就想说回来家里找一块小空地慢慢经营吧，就从零开始了。然后原先就在一个小小的3坪空间，我先从雅虎奇摩拍卖开始，那时候奇摩拍卖也刚刚开始啊，所以还蛮 OK 的，你只要 po 什么慢慢 po， 只要你有 po 几乎都会卖掉，然后卖一些小五金小配件还有衣服，然后久了大家买习惯就会说，哎，我们来面交好不好，然后久而久之大家就跑来这边面交了，然后慢慢搭，本来隔壁还这边有100坪啊，但是因为旧地主把它收回去了40坪，所以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况。像这种木板啊，就是我们以前去拆眷村啊的门板，
我们用门板下去拆的，然后一片一片把它接起来的，大概花了120片门片吧。对，嗯，然后就蛮有感情的吧，对啊，就有什么有身边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拿来盖，就是自己的想法啊，一些 idea 就把它运用上去了。虽然没有很漂亮啊，但是就是自己 DIY 自己做起来的。七年级生的小婷在高中时本应是追逐梦想的年纪，却满手在二手货里，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之前的生活其实还蛮富裕的，爸爸妈妈在从事营造，盖了蛮多建筑的，然后就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家里东西都被搬光光了，然后我们生活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就其实妈妈有一阵子想要轻生啊，她走到同盟路爱河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把一些东西拿到路边贩卖，我就问她说，你们在这里卖多久了？她说卖很久了，可以生存。我说那你们怎么生存呢？他们就说我们就去捡啊，然后去资源回收站啊，或者去人家搬家的地方帮人家做工搬东西，然后我们就捡起来。我想想说，这样子你们都可以生活，那又那么勇敢，也不计较自己的形象，那我受到这点挫折算什么？那我就回来还没有当下决定要做，就在半路上又碰到这个人，这位阿彩，那这位阿彩就被丢在路边了。那我要看他手断掉了，这时候他不是这个颜色，他那个时候是土黄色，然后我看他断掉了，然后就笑着这样子，我就对着他看了看了很久，我自己也笑了。我想说他这样子他都有办法快快乐乐的过日子，那我怕什么？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这就是我第一件的收藏品。身体因病孱弱的李妈妈说起话来可是中气十足，在面对过往时的乐观让人感到心疼。谈到这间店铺，李妈妈更是豪气地说，我自己的梦想破碎了，但是我要帮别人圆梦。我以前民宿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民宿，那时候雅婷念高中而已，什么样的房子啊，什么样的房间啊，几乎食衣住行娱乐我都考量到了，要用什么样的建材啊，要收什么样的东西来摆设，然后要穿什么样的服装，我都 OK 啊。那结果那个梦脆掉了，我没有办法圆梦，因为我那个梦要花很多钱，我都破产了，我还圆什么梦？那是我在有钱的时候的梦想。后来我想说，我的梦没了，就做这个跳蚤市场。大部分来到我们这种店的，第一句话就是钱不够。他要便宜一点的东西，我要第二句话问说，你要花多少钱？5万、10万，结果10万5万东西，请问一下怎么找？我就说，那你店开在哪里？坪数多大？比如说那个什么，有一家晃晃书店啊，他是在台东哈、晃晃素素，他就开民宿啊。开什么养了一只猫啊，要很多的窗户抽屉，要放书啊，能省就省啊，布置的不错，他就这样变得很有名了。有空他还会带人家，还会介绍人家来我们的店。那还有几个表现非常优异，让我们很讶异的，就是那个梦他做得非常的棒。除了断手弥勒佛之外，在店内还有许多充满故事的商品。店长说啊，想听故事可以，但是手边工作不能停。不过，喂，怎么又是弥勒佛啊？我现在在做我们平日在做的清洁保养工作，因为商品常常会有灰尘，要把他们的灰尘稍微清掉，让他们比较漂亮一点点。然后像这一个还蛮名，它是蛮名贵的木头啦。就有一次，我们也是接到电话去一个办公大楼收到的，那个屋主很紧急说拜托的，阮这间厝怕的你赶紧把阮内底物件全部拢清了，阮拢不爱看到啊。我们就也是看到这个弥勒佛站在那边笑得好可爱哦。
然后要把他抱回去的时候，哎，奇怪，他头这边怎么被砍了好几刀？那屋主就说，阿德本身就因为贪这个字啊，所以玩六合彩输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因为这个因缘机会下，我们就很想要把它拿回家收藏起来。就因为生气，所以才往对对对，就把气都出在菩萨身上了。他说当时气到本来想要把它剖成两半，但是因为刀子被砍坏了，刀子砍坏了，但是佛像就没有坏啊，就是被砍八刀而已。然后这个是有一次我在十全跳蚤市场一个榕树下看到一个婆婆，她在那边好像饿了好几天没有吃饭，然后她就用那个很哀求的眼神看我说，可不可以施舍我100块，让我买一个便当吃。那我看这个皮箱跟她好像 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很一个很新潮的东西在一个感觉都快没饭吃的婆婆身上有一个冲突的感觉，我说那就花个100块把它买回家，这也是我第一个收的东西，这个皮箱花了100块买的。最终我们还是希望这些物品啊，它能到最后经过我们整理完，它能找到一个好的主人、好的归宿，然后有一个好好的空间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展现的地方，那么有一个让更多人观赏的价值。要让这些商品有好的归宿是小婷最大的心愿，不过在店内的一角，一个完整的杂货店却是小婷心中不愿割舍的一块。年轻的时候就可能我们也不懂吧，然后我们刚开始收的时候，我们想要去问人家，可是就问错人，然后就又浪费时间收错东西啊，然后慢慢一路走来，知道自己要收什么，要玩什么，朝哪个方向，然后自己会去研究，以后就比较不会听人家怎么说了。所以我们那间干妈店才可以留那么久，68年。干妈店其实是以前人家担扁担，担着你的日常生活用品去沿路叫那个贩售的那个杆子啊，就是那个贩售一篮一篮的，然后你可以去自己挑选生活杂货。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一个可以每次放学就一定要去干妈店买个小饮料小点心，然后吃一吃我就很满足的回家的一个记忆吧。所以我就要想要自己一个小小的空间让自己沉淀在里面。之前拍电影的要来买我们干妈店，他就走3-4个人走进来，然后开了2部货车，什么也没问，就说你们干妈店多少钱，整间我都要包下来，你们出个价我们就付买单。结果我们也是拒绝了。为什么？因为这间干妈店没了，很现实的，客人也不会来了，就没有特色啦。对，它是我们主要的特色，商品特色，主要的精神啊。香烟是小时候我爸爸每天都一定要叫我早去干妈店买，妹啊，臭妹啊，去帮我买一包粉回来，买一包黄色长寿回来，然后我就会赚一点点小小的零用钱。对啊，然后我觉得它上面的 logo 也蛮漂亮的，有一些政府公发军用的那种特殊香烟，我觉得蛮值得收藏的。现在要找都找不到了，现在连黄长寿要找也都找不到了，而且我要去跟人家买一包还要300，很贵。还有大同宝宝，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那个电视机上面都会有一只大同宝宝，然后我第一个就想要收集自己出生年份的，然后就慢慢收集，目前只剩3只没有收到吧，其他都有收到了。就51闭眼睛的跟66那个6467，这3只还没有收到。然后还有一些小时候对干妈店记忆的东西，就从高中毕业一直到现在，在跳蚤市场看到什么可以拿回家布置的，就给他慢慢买回家，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要让很多人可以进入这个干妈店，但是不要破坏它。对啊，就可能拿起来玩，但是不要去拆它的包装吧。对啊，现在干妈店是一个禁地。对对对对，禁止进入。嗯，只能远远的看。对。
虽然空间狭小，货物堆放较没规律，不过来寻宝的客人就爱这一位。为此，小婷还贴心地辟出一个空间，可以让来客在这宝物堆中好好沉思与休息。其实我蛮感谢网络这个区块，让我们店有点小小的名声，带来也蛮多客人，让他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一间店。但是我们也很目前也很害怕网络对我们的冲击，因为它传播速度太快了，让我们没有办法招架。因为文化这一种是需要人家慢慢坐下来一对一的表达，不是这样网络一下子曝光哦，我们前阵有什么就只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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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带过去了，跟我们想要原先表达的文化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自己先幻想说这一间店在他网络上看到的是应该是一个很漂亮、很多古董、很干净、很整齐的一个地方，啊，怎么来到这边就是零零乱乱的，要找个东西也不好找。然后可是他没有想说，我们起先就是以生活，然后带入贩卖，然后我们其实想要就是一些传达的方式来表达一些文化的东西吧。曾经也有想说要把它整理得很干净，像现在的文青店，但是来我们这边找东西的客人他们反而不习惯，他们说这样就没有那种寻宝的感觉，他们还是喜欢这样乱乱的自己翻，因为他们也想要在寻宝的过程中纾解一些压力，他们觉得哎，自己找到的商品比较有那种寻宝的快感。我觉得 我们的客人其实跟我们一样精神压力都很大，那我们希望他在寻宝寻到累的时候可以自己放下心来，让自己放空，空灵一下，让自己心灵沉淀一下个几分钟，然后再去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比如说你本来进来很浮躁啊，然后很烦啊，看这些东西都不喜欢，就哦这又没有什么，这时候平常随手可得的，但是他如果坐在这边静静的沉思了一下，慢慢看一些小东西，他会觉得哎，其实这个东西还不错，这样摆也不错，这个放在哪里也不错，他就会自己加一些小小的思维，然后怎么回去布置。单纯的收购古物贩售已经不是前阵二手货的最大目的，只要生活还过得去，就会把更多心力放在文化传承上，希望透过这些不起眼的商品能够为在地文史保留更多的记录。这些是我们去以前去家家户户收到的，这还蛮特别的。这是有一次我们接到一通电话，他说我爸爸家里有很多黑胶唱片，然后如果有可以的话你们来看看。就我们一去，哇，整间店从一楼到透天室全部都是石头跟唱机黑胶，然后我们就去收，结果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垃圾堆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垃圾袋包了一袋照片，然后仔细把它看一看，天哪，这是我前住的地方前阵，然后一张一张的慢慢把它拼凑起来，就变成现在看到的这种照片，环境照。虽然我是71年生的啊，这个照片是64的，但是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景，就整个就重现在我自己的眼前，我觉得蛮特别的。说整个用好的那一刻，我自己那边偷偷的哭泣，我觉得原来收古物可以让你找到小时候那一段回忆，也蛮不错的。曾经失去的啦，又重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我觉得蛮好玩的。很多客人教导了我很多的东西，从无到有，一直到现在变成忘年之交吧。有的时候在我人生最困苦的时候，他们变成我的一盏明灯吧，教导我蛮多的。其实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大老板，他们就是也是来买个东西抒发一些自己精神上的压力，然后他们也会来说他们目前面临到的困难和经历，然后我们就互相分享。这是我一路走来最大的财富，也是最难忘的经历。我的家人，我只希望他们平安，因为我自己身体又不好，然后二手货那些老朋友呢，
我也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因为老实说我想写一本书，我从刚刚开始就想写一本书，写一本跳蚤市场的人物传，我还给他编了一个叫《跳蚤水浒传》，108名好汉，哎，我真的有下去写，我写了49个，死了9个，我越想越不对，我再写下去，这些人真的像《水浒传》这样子都死光了，真的就死了9个，我都很难接受呢。为什么每个人这么年轻就死了？奇怪，这些人收跳蚤市场的，是不是都被精神虐待，还是心理忧郁，还是怎么样？奇怪，我都想不通。有的坐着坐着看书看一看，哼，就死了；有的还去收东西，收一收回家；还有的搬东西搬到背东西压死了。哇，所以我都很伤心。那都是我的好朋友，那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是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最重要，家人也一样。经历过人生巅峰，也走过人生低潮，二手货让一家人紧紧靠在一起。即便是一家人在一起工作时，难免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在彼此心中又是如何看待对方呢？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啊，比如说陈设啊，还是一些美学，因为我没有学过美术，所以他会觉得他们会帮我在这方面还蛮帮助我的。我爸爸其实先工作失败的时候常常酗酒，就是要他去摆摊面对人群他也不愿意，但是因为慢慢也是接触老屋越来越多跟他同辈的人，给他一些经验，然后关怀他，所以他也慢慢走出来了。所以就让他有点重造，所以就让他搞一些园艺，但是我觉得他把园艺搞得蛮不错的，把我们家用得很像森林。那人家走来这间店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这间店怎么在这么一个蛮清幽的小巷里面，然后可以把植物种得这么好。母亲很喜欢，她把这个当成生活跟兴趣，然后她也是这个店的灵魂人物，就一直让她这样子修修补补，然后玩玩一些老东西吧。对，不用让她退休，因为她狮子座的，她不会想退休，他一直有那个革命精神跟奋斗的精神。母亲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怎样的？骄傲吧。对你来说是一个骄傲？是一个骄傲，也是一个压力。怎么说？因为前阵你妈妈在文物圈这一块是蛮有名，所以大家就把那个光环直接加在我身上，就觉得我应该要比我的妈妈更好、更优秀、懂得更多。但是很多地方我是一张空白的纸吧，因为我没有学过美术，然后有一个断层，我就必须要自己去网络上看，多问人家，多学习。做这一图呢，一定要学着修护，而且要知识，要博学多闻，要多听多看多闻，然后要多摸。然后最重要要有钱，有钱你才买得下手，买得下手你才知道真真假假，虚虚伪伪。你若不去买的话，你永远都看不出来什么东西是真什么是假。所以就希望他再撑个5-6年，然后开始赚钱。我并不是希望他现在马上赚钱，因为经验最宝贵，静下心来。脚步放慢一点，慢慢的走，充实自己最重要。这不管是任何人，只要做这一图的，一定要充实自己，多听多看多闻多摸多想，然后不知道就要问，不要不知道都乱讲一通，这样子会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在卖古董，我只教雅婷一句话：不知道，绝对不能乱讲。比如说，这个几年呢，通通都不能说，因为我们无知，讲错的话，
很麻烦。哦，就是叫你就是要多听多看多学。身为儿女的压力与父母的殷殷期盼，在彼此之间互相激荡，催化出二手店铺的成长基石，也让彼此羁绊更加紧密，有足够的勇气、力量迎向任何的挑战。